雖然我唔使親自就直播直播，但係我又揾咗少少已經好開心。我唔知道有人會對我舊陣時嘅嘢咁有興趣。 喂，我仲喺度啊！我仲好想玩啊！我中意同其他人一齐玩游戏，既然我玩得唔系叻，但系广泛我以前玩游戏嘅游戏，但我都好开心，可以同人哋玩得好紧要啊！我初初搬到嚟呢度。 好唔开心，但呢度嘅工作人员鼓励我，我哋而家系朋友啦。活动系可以解闷，但系同人建立友谊就更加有意思。你永远 唔会知道几时会有一个可以同你深交嘅朋友出现。我中意弹钢琴噶，我以前弹都好叻噶，但系我已经好耐冇掂过个琴啦。我谂我而家需要有人鼓励下我，帮下我，我就可以再弹下琴啦。喺我哋安老院嘅 画画活动，我中意咗水彩画。我哋仲举办咗一个小型展览，有人会买我嘅画，我觉得好意外。虽然好开心有人买我嘅画，我更加开心有人欣赏我嘅才能。或者我系需要人帮，但我想你哋问下我先。有病唔系代表我自己做唔到。 只不过我需要多啲时间啫。我遇到一个营养师，得到帮我获得足够嘅维他命，更令我可以食到家乡嘢。而家我可以食到饺子，令我想起我阿婆包嘅饺子。 因为无人讲我哋啲话，我担心我接唔接会唔记得。我希望我可以读到我有我自己语言嘅书，睇啦，同埋睇晒。我话俾一个工作人员听，我觉得好似冇咗自己嘅信仰咁样。 佢同我揾咗位牧师，等可以继续我嘅宗教信仰。有一次我去散步，有一位姑娘叫厨房为我准备咗一份午餐。等我散步嘅时候，可以食夜餐。既然太佢件小事，但系我好开心，可以再赴我享受我嘅午餐。有一日， 我收到关于我爸爸嘅话要消息，我好难过。当我喊嘅时候，有个护理人员走埋嚟问我做乜嘢啊？佢又安慰我。当佢可以花啲时间问我关心我嘅时候，我觉得系非常好有帮助嘅。我需要一个识得听我。 识得听我讲，同埋支持我嘅人，去翻译，同埋解释我嘅需要。